前面的啊。这家啊，好多，对呀，你这边只是参考一部分而已，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，你看，到这边延伸到这里，这里太夸张了，全部都有，对，而且还往上看，还有再从那边翻翻翻翻。到那边去哇！你确定这是咸酥鸡店吗？我没有看过咸酥鸡店这么多料，而且它还是用这种冷冻的感觉这样弄起来的。非常确定，这家店位在北安路上，距离河滨公园只要15分钟的路程。为国内第一家以企业化经营的盐酥鸡，从排队人潮和闪亮亮霓虹灯，想不发现它也难。你好，你好。对，我们要去那个晚上要看烟火，没有晚上挂烟火就不想要手空着嘛。看烟火就要吃到不沾手的东西。好，我帮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 DR 特别推荐的哈，是澳洲顶级进口的牛腩，一般盐酥鸡店没有办法造到这么顶级的牛肉串。它的部分吃起来非常的滑口，而且你吃起来不像是吃牛肉。猪肉串应该也是一样的方法吧？对，猪肉串呢，我们就请了那个松板猪肉，这是我们讲外面俗称的松板猪肉串。它这个肉吃起来不会涩，然后吃起来会一口接一口。你饿了？饿了。老板，我们来一串就留在这边，其他我们都带走。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啊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OK。我等你。我要那些。哇，我的天，天哪，这么多的食材，我要吃到什么时候？子玉，你看到食物就疯了。老板刚刚说的不沾手，其实就是贴心的将食材串在一起。其中最特别的就有来自于深海的章鱼脚、澳洲来的牛以及顶级的松板猪，在黄澄澄的油锅里炸得金黄酥脆，捞起来后再撒上些许的胡椒盐，就是非常诱人的炸物啦。而且令人惊奇的竟然是，这是哇，我们点的。对啊，我们点伴手礼的感觉，对，很像，对不对？这些可以当伴手礼，很特别。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对，我下次再来。好，有空再来。哇，走了，赶快去，别拿。好香哦！哇，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大快朵颐一番。啊！好吃啊！快吃了啦！包啦！有这个深海章鱼啊，章鱼的那个吸盘呢？很特别哦，对它吃起来没有那种腥腥的味道，而且它吃起来有点像花枝圈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它有一种老板撒的那个胡椒盐啊，好香哦，特别的，特别制作的，而且老板很细心，你仔细看的话，从小到大哦，真的。这样子一口一口，先小小口品尝，到后面你越吃越有劲的时候，就越来越大片，哇，超棒的！我说靖伦啊，你怎么可以把老板精心制作的章鱼脚串形容得那么贴切啊？好说，你别小看我这美食高手，好歹我也出过书呢。你看那有101般高 ，Q 弹又有劲的章鱼脚，可说是越嚼越香呢。哇，这个肉我看到变斗鸡眼的章鱼脚，它扎实的口感在我嘴里来回的弹跳，让我一吃嘴巴就停不下来喽。这样大口大口的吃，真的好满足哦。哇，这也是精心调配过的。你有没有那么嫩？我这块好嫩哦。好嫩，感觉在吃顶级牛排的感觉。真的，那是软的那种哎。很有那种哇牛肉的那种原汁的感觉，哇，那是比那种好多牛排店还好吃，而且肥肉不会煮得太老，这简直好像把烧烤店搬过来这边，对啊，在那边吃，你看边吃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不管了，边吃还可以边看，你看，就一群朋友的，哇耶，哇，新年快乐，哇，哦，吃一口，好开心哦，然后再看这边。哇，还有倒数哎，五的时候就吃一块，然后倒数完刚好这一串都没有了，哦，多棒啊！子玉，我看还没倒数完，食物就被你吃光了吧？别这么说啊，美食当前，哪有不吃的道理啊？你看看这腌制入味、有着淡淡胡椒香的猪肉串，虽然是用高温油炸出来的，但是吃起来却依然保留了 juicy 的口感，而且还十分弹牙哎。
和朋友来这里，一边吃一边看高空的璀璨烟火，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融合得恰到好处，跟家人来此地游玩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吃完了美味的盐酥。